练手嘛。啊啊，飞上去了。弓箭手，我觉得可以再多，没问题。每人一把弓。嗯，好好好，一把弓。苏狼。哎呦，我们那个怪物砖都换了，都换了，全部都是啊、哦。有些是僵尸，有一些是影影，一些些影影而已。好。有，我有弓了。啊。他是什么？平均。台湾月收入平均五万啊。台湾平均台湾都有一颗蛋是贵的。有影有影。喂。等一下，我们在丢资格啦！哎呦呀，资格，资格，资格，让人打嗝。资格，有人。野生的怪啊！等一下弓箭要注意哦，我很怕是牛哦。好。我们钱有钱。你现在比较缺的几百是钱。嗯。他们放资格是不是赚钱？对，只是我们累积一下，说不定可以直接来一波塔。哇、哦！我反击，哦、反击帅哦！莫名其妙的反。啊、哦！哎、欸，真的是女巫啊！看你们，看你们，弓箭手，我毒了，好毒！啊、哦！哇，那你退回来。我毒的，我换。四个猪肉，换两个在箱子里，等一下可以。好，丢一点四个好了，赚一点钱。小心小心！好，要死啦！你要死了！哦，是我，居然是我！小心了，怎么办？你退后。盾牌给你，盾牌给你，地上。小心在哪？地上盾牌。你跑！然后有。好，那你有没有盾？有没有斧头？我没有斧头。那个盾牌优异。好，隐约头，隐约头的，他被尤伊炸飞了。阿志，我觉得其实输了也没差吧，输了啦。赢，我是意思赢没差，赢没差啦，因为前期，前期你慢一点。好，对你慢一点打，因为我们等一下可以一次。哎呦，等隐约的无敌先没有吧，不力量。嗯。应该快没了。快死了。好、啊，来啊来啊来啊。OK， 那你等下可以出来清这一坨垃圾。嗯。那、啊，来，你们有怪物蛋吗？我有51个尸壳。快死我快死了。51个尸壳。放，你先帮，你先帮，放心。没有，我吃个肉。我试一下你容易。阿弟 ，help！ 有摄影用意啊！再打！好，没有扩散能力，太那个了。啊，为什么杰克还在中间啊？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哈哈哈！我的箭矢，你的箭矢射到中间卡住了，真假的？哎、欸，我快死了，帮我一下！来了，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在这。阿基应该也没有力量啦、啊。我没力量了，没力量了。对啊。有没有？哎、欸欸，白痴啊、喔！怎么了？深海。他们远古来喽。对。不是赢的人有远古吗？阿基，你的远古呢？阿基输啊！输了吧？阿基刚刚输了啊！啊，我被吸啊！你有没有吃的？快死了！钱没钱，我们要放怪，尴尬啊！我真的剩半颗星了，完了！我全都放过去了，等下就有钱了，我们集太多钱了啊！我也被打死了，啊！我死，我也死了。帮忙！要有线打电，大家小心啊！太多了，那个，我们等一下换盾牌，然后把一些换苦力帕。嗯。哎，扩散！哎呦，轻很多！好，好、哦，结束了，有箱子，有一组钱，大家赶快。奇怪按钮，黄点，盾牌自己换啊、哦，好。哦，他们也死了一群哎、欸！我在招怪了，我在哈进后面，我在招怪哦。好，我在打，因为好，
苦力怕你们有弄吗？还是我用？还没。你弄一下，你弄一下。等下我被追了，我要被夹欸。等一下，你要走开。眼影会不会太多？少一个吧，少一个吧。啊！还是死。眼影少两个，少两个。那你那个帮忙。好，我帮你们。我换我盾牌每个人都要换哦，我那个箱子很多钱，箱子很多钱。我先把帮忙把怪解决，我去换。有繁星没事没事。我要换盾了，我要换盾了。盾尾条啊，盾尾条啊。等一下，食物盾牌都要。嗯。好。因为他们也少很多。可以。就大家都为了要玩一优一，然后一直被杀了。我一个铁链也放了。好，三条了。我们在干嘛？你看那一波，那个没有，那一波是我放的。哦，那一波是你放的，哇！我以为我们自己玩，其实大军过去其实就很 OK 了。嗯，爆要爆了，爆了。我知道，现在来一头牛，他们已经打不了。好，射一下。试一下！大军给他们了。满满的丝壳，还有牛，送给他们。丝壳是不是要一个一个丢？因为刚刚说一个一个丢才会有。好像听说一个一个丢比较好啦，一个一个。对，真的吗？我有一口气。是哦，还是那是有用啊。哦，因为慢慢来。哎呀呀，牛做事，牛做事。我死。石头。等一下，我团牛去中间了。嗯，哎，输赢都可以。不是，那只小我后面的小僵尸，我后面小僵尸，拜托、啊！等一下，反正你如果要输的话，也把他血打少。好，那赢也是没杀。好，那苦力怕繁星，苦力怕，繁星你还没有盾牌、啊？有啦，我就是要拿盾牌的。杰克想要我杀他。你好，那也是可以。干嘛？故意脱光光？对呀、啊。反星 OK 吗？反星 OK 吗？可以。啊。OK 啊 ，OK 啦。箱子怪物弹不多哎、欸。我身上有一组半，身上有一组半我放在里面了。行、啊。弓可不可以加强啊？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加强？弓没有。哦。味道是，哇！怎么了？他们又放怪了。圆又死了，他们只剩一条命。结束了。不能、啊，我们上一场打了一个小时，这样为什么上一场可以打那么久？那你瞬间就。瞬间结束哎、欸！为什么？怪怪突然就太多怪了吗？为什么？装备还没起来、啊，装备还没起来、啊、哦，还是因为这次我们大家都太单了，大家都在换英语，也是我刚四个英语，然后那一三个英语，三个苦力怕，我们说不能输你们啊。输人不输阵，我们都看你放了两个，我们想说我们 double， 我们四个，然后就说不行，一定要换掉，要崩溃了，好快啊，怎么这么快啊？不懂哎、欸，真的快节奏超快的，妈。他们就是有问题的时候，赶快把它换掉。第一次太保守了，那、第二次就是太冲了，笑死了。那感觉还可以啊，十分继续。嗯，好。但是觉得会卡卡的，有啊，会卡卡的。嗯，可是人感觉帮助还蛮大的吧？你刚好一点点的感觉了。水炼地，关键应该还是复活的那个人真的可以多帮，然后攻击可能要慢一点，因为他会稍微卡一下。嗯，边缘人小屋，因为你的那个剑扩散一定要等他气满才可以扩。人回大厅，好多宝石，十万伏特，十万伏特，
什么？嗯，哎、欸，这还算不错。这放出来你们看外面的造景吗？对啊，你没有东西啊。哎、欸，这有生牛肉，我还拿到哎、欸。哎呀，很敢吃牛。这边可以直接拿免费的。爱吃。哇。啊，进场很会笑。哇。靠靠靠。嗯。好可爱哦。那就来了。好好，随机。哎，对，坤。第坤。哦。坤有不同吗？有。有。很不同。啊，很不同。红队要去打魔兽咯。哈哈哈哈哈！开团哦，笑死！等一下就会有很多魔兽给你们打了。哈哈哈哈哈！蓝队下喽。好。哎，我看看。哦。有什么战术？战术。游移。游移啊！假如对面招怪的时候，我们可能游移，不是有那个猪的生怪蛋吗？一块吧、嗯，就我可以身上都带几个。阿、啊、角，先把鱿鱼换下来吗？就可以直接先换下来。没有，你反正身上会有丝壳啊，丝壳的蛋啊。那丝壳换得上去吗？换不上去吗？我就换不上去吧。不知道哎、欸，等下试试看。好了，过了。好了、欸。好爽哦！我身上还有烤猪排、欸。我还有十万伏特哎、欸，等一下我扔过去看看好了。啊，被换掉了。啊！早上我先扔出去了。谁的蛋？谁的蛋？赶快放！我都放左边啊！我都放左边。好。不是刚刚拍清包包的时候，应该扔到扔 Q 出去有没有？先扔地上。没有，我刚刚地板它好像也有清。哦，真的。怎么有烤猪肉、哦？你捡到了？没有啊，啊没捡到、啊。隐约捡到吧。我捡到，我捡到。对啊，猪的只要一个绿宝石，有问题的话就可以直接换猪的。嗯，打卡的，打卡的。你们要直接换优衣吗？可以，要有剑士哦。可是要先有剑，要先要有弓箭，弓跟箭要先换。五块，五块。1608个。啊，三块三块，我丢你身上。哎、欸，他们招了吗？啊，他们靠招怪换钱呐、啊，赚钱换钱。对，对啊，这个丝壳生怪蛋，他不能放在生怪砖上。我有功了，招怪赚钱，他一块钱，招怪会赚钱啊。哦，他们在招怪、啊，拆一个蛋，拆一个蛋。哦，蛋。那我就希望你优移喽。哎、欸，那个、哦、野生怪哦。是苦力怕，不是苦力怕，不是苦力怕。好，我知道你不是苦力怕，他们也叫了，他们也叫了，他们也叫了。我们也放了，还没出来。六颗。碎啦。猪队友带着猪肉直接上场。哇，我拿到铁剑呢！哇，赚，赚！离开这里哦，这是离开的按钮。而且他耐久还蛮高的哎，184。哦，可以哦。为什么他又这么快？我们又这么慢？哦，他们是两只鱿鱼了啊。哦，三只，上部三只了，三只了。我要买一个哦，放右边。猪队友，猪队友的猪排来分猪排喽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感谢。小心这里后面。哎、欸，我们要放三个吗？好。小鸡骑士。你看他们，你看他们，你已经放一堆了。对啊，我为了赚钱啊。那就放过去吧。哦，放过去，放过去，放过去。OK， 好。哇，我是以牙还牙，但我还是谁以牙还牙？你啊，刚好。
刚好打到盾牌，盾牌要五颗，再加一只。哎、欸，升怪升怪，三十公分，三十公分。哎、欸，好，我放个狐狸炮、哦。好，你需要你了。他们他那边，我觉得可以一直放怪给他们来扰乱他们。我没有。好，我没有了。放个十一只进去。小心僵尸来了。哎、欸，哈气哈气哈气。我不能离开位置，我就是一直射，一直射。不然我也买弓，我也买弓。没事，暂时 OK。就你当副的，我当主的。好，你当食物。好多好多，好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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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当那个旁边那个杰克啦，很会冲的那一个。哦，好多，全部来跟着我，苦力怕帮我，苦力怕帮我，苦力怕有了。要买盾哦，我还没。没有，我要买盾，我要买盾。女巫哦，小心哦，女巫哦。好，他丢水了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苦力怕，苦力怕。啊，他已经丢了，我中毒药水了。完了。哇，亏。二十。苦力怕，苦力怕，苦力怕，过来。苦力怕，帮我，苦力怕，帮我，走开，苦力怕要炸了。有了。哎、欸，我要推只小僵尸进去。你在干什么？小心哦。哇。我跟他。有了有了，呜！有影有影有影！第一场看能不能赢，拿个那个深海守卫。对，第一场先赢，第一场先赢，看能不能。石头开始。他没有打、啊，好吧。没关系，有深海守卫，我放箱子哦。他直接扔，直接扔，直接扔。别扔啊！嗯，直接扔过去，直接扔过去。守卫，有影有影有影。